一天一个911，美国疫情啊，说美国疫情，你看看，9月12号，9月12号，的统计就是那统计就是前一天就是911，9月11号，24小时内，美国新增了18万多确诊，新增死亡病例3362例。20年前的911呢，造成是2977人，不到3000人，结果20年之后的911呢，死亡的病例是3362人。比20年前的911多了300多人，360多人。所以当前的美国的疫情真的是很严重，真的很严重。